子闪婚具俊晔后，这对新婚夫妻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在台湾蜜月两个月后，具俊晔就飞往纽约夜店工作，之后悄悄回到韩国。不过他没忘了爱妻，经常跨海向老婆示爱，也为了祝福小姨子小 S 生日，特别找刘在熙为他拍摄影片，惊喜送上的祝福是让小 S 乐疯了。而姐夫的贴心举动也让粉丝频频夸赞他是好男人。15日，具俊晔更新 IG， 透露收到潮流品牌送来的鞋子，鞋垫上面还有鸳鸯图案。让具俊晔开心地说，因为我结婚的晚，我会像鸳鸯一样琴瑟和鸣，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。我们西元也非常喜欢，一句我们西元也非常喜欢闪瞎大家，让网友们直呼太甜蜜。而具俊晔虽然没有PO出自己的照片，但文章中充满表情符号，收到礼物的他看起来心情很好。贴文下方也有许多人留言祝福，表示欧巴真贴心，西元真幸福，遇到疼你的好男人真的很重要，穿着夫妻鞋走更长远的路，一路顺遂。只能说每天这样被闪也很甘愿呐。